所以呢，欢迎小朋友们来赶紧移动脚步。那如果呢已经在舞台前面或中间站定位的话，来手机相机也赶紧的拿出来，因为呢等一下活动一开始就是我们可爱迷人的 Driving Girls 要带来精彩的舞蹈表演了。那当然等一下更有许多的优惠好康爆火力在，欢迎大家今天如果来解评 A 好康拿礼物的话，来到 Driving 就没错。活动马上正式开始，活动马上就要开始，那欢迎大家呢都可以呢稍微往我们中间靠一点，这边的人等一下肯定是拿不到礼物的，一定呢要往中间，我们舞台是在这边哈，不在这边，等一下主持人是要从边上去的。来，那我们呢活动马上就要开始，欢迎大家都可以呢先往我们舞台的前面，前面在这边，然后还有中间，中间从这边开始才算中间哈，在这边的话等一下真的很难拿礼物，所以呢欢迎大家赶紧弄你的脚步来到我们舞台正中央，活动正式开始。那现在让我们欢迎我们的 Driving Girl 再来精彩的开场舞蹈表演。Driving 呢，俗话说得好，见面三分情，一开始就要先来送大家见面礼啦。那等一下呢，好礼箩筐，记得只要永远记得我们的通关密语，如果忘记的话没关系，赶紧举头三尺有 Driving， 问什么都回答我 Driving， 哦，就是这样，没错，非常好，问什么都回答我 Driving 就对。那等一下呢，我们现场还有一场，这一场还加码的唯一一组的我们的雷射剪报笔也要送给大家，只有一组，所以非常珍贵，先收回来。来，小朋友们，今天呢，如果说行车记录器，你可以来到哪一家 ？Driving 没有错。那如果买导航器可以来到哪一家 ？Driving 没有错。那总而言之，如果要买附近的礼物可以来到哪边 ？Driving 没有错。总而言之，今天不论你要找什么，通通来到 Driving 就对。那刚才我们的 Driving Girls 有没有很可爱？有。所以呢，如果呢想要拍手歌的话，也要来到哪一家 ？Driving。绝对不会少，大家记得永远的声音留在哪一家就对了。Driving 没错，声音永远留在我们的 Driving。马上呢，礼物一箩筐，通通来送给各位。更有呢，我们的代言人莎莎的限量海报，这一批呢，我们的送完呢就不会再生产，因为要改版了，所以呢可以说是要绝版的纸袋。等一下拿到，我们真的非常的幸运哦。好，那接下来不啰嗦，今年呢到底 Driving 推出了什么样的新品？这边要问一下大家，来到电脑展，我们要找就要找最旧还是最新的产品？最新的。对，最新的，马上再送你一个产品，没有错，最新的产品。那有多新呢？跟大家报告，我们绝对敢保证是全场这一类的品牌里面最新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八月一号就大前天电脑展的第一天，我们才正式上市了四款新品。现在不啰嗦，马上要来跟大家介绍其中两款的部分。这两款呢，目前在我们摊位上面非常的热卖。为什么？来，不啰嗦，马上让我们可爱的 Driving Girl 来跟大家
展示一下我们这一台，就是我们的 TD6 记好，它是 TD 级，有人记得吗？对，没错，就是 TD6。来，送你哈，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TD6。那它有什么特色呢？来，后面呢也有我们的一个大字报。来，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拥有180度的广角拍摄镜头。那这样的一个广角拍摄镜头有什么好处呢？上面就写啦，一览无遗，让你的开车出门在外，所有路上的状况通通呢拍摄无死角。拍摄无死角代表什么？代表你的安全就也无死角，所以呢带给你们全家幸福未来的品牌就叫做什么？就是我们的 TriWin。 那这边呢来先送出我们第一个非常棒的纸袋好了。来，那我们今天现场的这一台可以说是全展场里面相当少见的180度大广角机种，如果要买就认明哪一家。来，那有人记得是 TriWin 的 TD 几吗？ TD 几？ TD 六，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TD 6。所以呢如果要买180度大广角的话，认明我们的 TD 6，对不对？那当然除了大广角以外，我们这一台呢还有很多优异的功能，行车记录器该有功能通通不少，而且一样拥有我们的 1080p Full HD 高画质。所以呢今天现场朋友们请问一下，当然呢我们要买行车记录器，要买就要买低画质还高画质？低画质还高画质？高画质的微选通通都在哪一家？TriWin， 没有错，通通都在我们的 TriWin。 那这是我们的 T6 部分。来，接下来介绍完我们的 TD6 我们的大广角机种以后，马上要来介绍它的一个高规格的版本，叫做 TD7 Lucky 7 TD7。 它有什么特色呢？来，现场如果有在玩照相机有在玩摄影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大光圈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来跟大家报告，我们的 TD7 有独家拥有的 F2.0 大光圈。大光圈有什么好处？让你呢晚上夜拍晚上的路况呢通通呢在画面里可以非常清晰，每一个细节我们都不错过。为什么？因为呢如果你光圈不够大，进光量就不够多，画面呢自然就会模糊，看不清楚细节，出了意外完了放大再放大还是看不太到，怎么办？没关系，因为我们有 TD7， 我们有了什么 F0.0 大光圈，有人记得吗？没错，F2.0 的大光圈马上送你我们家高级视镜布。所以呢如果今天想要买大光圈机种，你可以认明我们的 TD7 没有错， TD7。 好，那我们当然除了拥有大光圈以外还有很多贴心的功能，包含什么？如果呢家里有长辈或是有朋友平常在跑业务要开长途，常常呢不小心度孤，或者是呢身边有朋友呢常常很容易不小心喜欢小酌一杯在上路很危险，首先呢先跟大家劝导，喝酒不开车，但是如果他真的喝酒以后有可能会造成人家公共安全，对不对？因为有可能在路上漂移，这样子很危险。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个 TD7 有个非常贴心的功能，叫做什么？车道偏移的警告提醒。就是说如果驾驶人的车道歪了，不在你原本该走的那条路上的话，我们呢对出轨那个火车的话，我们呢就会提醒各位，让各位呢赶紧修正你的路线。那当然除了车道偏移提醒以外，我们还有像是包含双黄线提醒，以及前面的车辆驶离的时候，我们通通都会有提醒。所以呢今天现场朋友们如果呢要让各位阖家平安有保障，要买行车记录器就要买哪一家？就要买我们的 TriWin。 那当然我们的 TriWin， 那请问一下我们刚才介绍完 TD6， 现在这一台高规格版是 TD 几？ TD7 没有错。所以呢如果要找高规格版的话，记得 F2.0 大光圈，还包含像前车驶离提醒、车道偏移警告，以及呢我们的高画质 Full HD 以及内建 G Sensor 的话，通通可以认明我们的 TD7。 那如果预算稍微比较不够的话，没关系，我们的 TD6 给你们呢全品牌里面相当少见的180度的一个广角拍摄，拍摄无死角，安全也无死角的品牌就叫做什么名字？就叫做 TriWin。 那今天呢除了介绍我们的这两台行车记录器以外，我们接下来要介绍很厉害的商品，有多厉害呢？现场朋友们请问，如果父亲节礼物买好举个手，没人举手，我就知道，因为大家还没买好。今天八月几号？8月4号，对不对？8月4号还有剩4天，没关系，大家呢赶紧加快脚步，看看我们电脑展面有什么好康，赶紧的下手为强。那这边呢好康马上爆火力在什么好康呢？赶紧的看过来。哎，我们的导航机在哪边？导航那个拿一下，这个你拿那个就好。对，那这个先放回去没关系。
好，来，那我们今天呢，来，那修哥也帮我拿一下。我们今天呢，等一下现场的不啰嗦，我们的限量时代就要呢直接大放送给大家。今年如果父亲节礼物还没想好，记得来哪边就对了。记得来哪边 ？TryWin 没有错，记得来到我们 TryWin 就对了。那我们现在要介绍这个特惠组，非常的夸张，有多夸张呢？来，右手边的这台是我们有钢铁人独家授权的钢铁人的导航机，以及我们家莎莎代言的 TD2 行车记录器，这样一整组原价是6980，但是今天不啰嗦，现场呢我们还剩下最后四组特价只要4990，5000元有找，原价是6980，现在呢剩下最后四组只要4990，所以呢像我们如果呢今年想要一次买到导航机加行车记录器，你可以认名的品牌叫做什么 ？TryWin，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TryWin。那当然呢，不要忘记主持人的雷射简报笔还没有送出去，记得呢，热情声音都要留在我们这边，等一下我才可以送出去我们家非常厉害的雷射简报笔。那这边呢，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来，刚刚有说过嘛，我们的这样一组原价6980，现在呢只要四，有人记得吗？四多少？4990，哇，好聪明哦，妹妹，来直接先送你啦，不啰嗦，没有错，就是呢，只要特价4990，原价6980，现在4990，也就是现省将近2000元，让你省荷包。厂商叫做，叫什么名字 ？TryWin，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TryWin。那当然呢，我们今天既然有人说，哎，那我其实已经有导航了，我只需要行车记录器化。好，马西耶赛来，接下来的是要听清楚了，因为呢，我们现场剩下呢，从我们今天限量10组卖到现在，也是剩下最后三组了。来，限量是3捆，就是我们单买这个行车记录器 TD2， 刚才是组合价嘛，导航机加行车记录器是4990，但是如果呢单买我们的 TD2， 现在呢剩下最后三组，只要2000元有找，只要1990，这么划算价格，你说是哪一家才有？哪一家 ？TryWin 没有错，所以呢，如果今年要买到最划算的我们的行车记录器话，可以认明我们的，有人记得是 TD 几吗？TD 几 ？TD 二，声音怎么有点小噪？礼物还没有拿出来，所以大家声音也还没有拿出来。来，今年如果要买到最有品质保障，因为呢，我们是连续4年在日本销售第一的品牌。如果要买到品质最有保障，那当然呢，售后服务也没有问题的话，你就要认明哪一家？TryWin 没错。那当然呢，我们今天 TD 二再问一次大家来。TD2 只要限量最后三组，因为从原本今天早上10组到现在只剩3组，只要一多少，有人记得吗？1990，没错。那我们今天呢限量最后3组，那欢迎大家，如果父亲节礼物还没买好的话，不知道怎么孝敬爸爸吗？爸爸辛苦在外面为我们全家人辛苦打拼一整年，送他个1-2千块的东西，我真的觉得不过分。所以呢，今天小朋友们如果要买行车记录器，就要认明哪一家？就要认明 TryWin， 没有错，就要认明我们的 TryWin。这边还要跟大家说一下，有的人常会问主持人说，哎呦，1990，我在旁边一些微博摊位，就是没有什么品牌那种摊位看，也才会1-2千啊，那我。为什么我要买你们家买那个就好啦？来这边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大家有跟主持人一样贪过小便宜的话，就知道贪小便宜结果呢，常常就是东西可能不是那么耐用，用了几个月就会爬带或是故障，因为这是我亲身经验。我们家的行车记录器，原本的行车记录器就是呢买那种杂牌的，用了大概3个月就爬带了，那后来回去送修一次，回来正常了，大概又撑了1个月还是爬带了，最后呢就被我爸直接淘汰了。所以呢，今天我们如果呢因小失大，真的非常不划算。但是我们这台 TD2 原价是将近4000元，今天不啰嗦，只要1990，而且剩下最后3组。重点是刚有说我们是来自哪一个国家品牌？日本。对，日本大家都知道，日本代表什么？代表的品质有保障。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做事非常的严谨，不 OK 的商品他们绝对不敢卖来别的地方。所以呢，今天要买品质最有保障品牌就叫做我，叫做什么 ？TryWin， 没有错，就是我们的 TryWin。那有人还没有拿到礼物，举手看看。这么多人还没拿到礼物，来，那送一下我们钢铁人的限量产品，以及呢，等一下马上就要送出去的我们的雷射简报笔，这一场只有这一组啦，所以限量是残酷的。所以呢，小朋友们，今天要买行车记录器，你要买？要买哪一家？当然买导航机也可以买哪一家？总而言之，要买任何车载品牌就买哪一家？等一下活动结束后，如果要抢购限量的只剩3台的 TD2， 只要1990，也要留在哪一边？要留在哪边？全力！那当然好。我们这一场活动结束后，如果没有得到好礼的话，记得我们下一场活动很
快。我们今天还剩三场，2点半、3点半，还有4点半，也就是每个半点都还会各有一场。所以呢，如果呢想要拿好礼 A 好康，或是呢听好康优惠拍辣妹的话，记得等一下2点半都可以回到哪边？都可以回到开胃，没错。那当然声音要给我才知道礼物要往哪边丢。所以呢，今天现场朋友们行车就去，要买就买，要认名为品牌就是。等一下活动结束，大家马上去抢购 TT 了，好不好？好，那当然呢，要抢购就要留在哪一家 ？Drywin。好，那最后，哎呦，来，还剩一个纸袋，剩纸袋跟我们的雷射剪报笔了。哎呦，来来来来来，这个雷射剪报笔，等一下我会很轻很轻的给它抛出去，因为呢，我怕摔到，就你知道这种比较精密的仪器，我不敢摔太大力。所以呢，今天现场朋友们再重复一次哦，我们除了我们家最新的款式的 TT6，还有我们的 TT7，是在8月1号才刚上市最新的产品之外，现场呢如果要捡便宜 A 好康买父亲节礼物的话，这个 TT2 只限量剩下最后三台，原本是剩10台啦，但卖到现在只剩3台，剩下最后三台只要1990，原价将近4000元，1990。那如果你是要加导航机一起买的话，这样一整组呢原价6980，现在也只要4990。这么多的好康，你等一下要买就买哪一家？要买就买哪一家？那等一下记得2点半也要回到，2点半要回到哪边？今天行车就去，等一下呢，我们活动结束后想要直接实际操作试玩的话，我们两旁呢穿着蓝色 polo 衫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呢直接给各位实际试玩。所以呢，等一下活动结束继续留在我们的 Charlie 好不好？要买就买哪一家？好，那我们今天呢，等一下永远都要支持品牌，也叫做我说穿你就要接 try。等一下2点半要回到。哦，我觉得这样声音好难受，又没有特别大声，我不知道该送到哪边去。来，那我们今天呢，记得等一下，剩下最后三组 TT2，要买就买哪一家？要买就买 Charlie。好的，等一下，哎呦，怎么会打到我这边？哎呦，小心小心！哎，我弟弟没事吧？我刚才打到我脸上，希望等一下不会凹陷，有点痛。好，那我们等一下这场如果真的没拿到的话，没关系，等一下呢下午2点半的时候可以再度回到我们舞台前。那我们等一下舞台2点半的时候再度开始。那欢迎大家，现在有需要拍照的话，我们 Traveling Girl 给各位1分钟的拍照时间，谢谢。想好吗？刚才呢，我们舞台上正在介绍呢，就是我们家非常厉害的一个优惠组合，我们的钢铁人导航机以及呢我们的行车记录器呢，这样一整组2台一起带，原价6980，现在呢现场剩下最后4组，只要4990，马上现省2000元。那当然，如果预算呢更少的话也没关系，因为呢单带我们旁边那台行车记录器也只要1990，限量呢我们现在只剩下最后三组啦，所以呢限量是残酷的，欢迎各位向朋友们把握机会，把握时间，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呢直接到我们摊位两旁直接询问我们现场的销售人员。今年呢还没有买最佳的行车记录器吗？还是没有买到非常好用导航机吗？都可以呢来认明我们已经连续4年在日本销售第一的车载品牌，我们的 Trywin 哦。好，那我们拍照时间剩下最后15秒钟，欢迎大家把握时间。好，5、4、3、2、1，好的，非常谢谢我们可爱迷人 Charming Girl， 谢谢。那我们下场活动即将于2点半再度登场，欢迎大家2点半可以再回到 Charming 的舞台前喽。